今日是倒垃圾日，你看看那垃圾车呢，你拿起垃圾咯。蓝色的呢今天呢就是recycle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今天呢有个约会呢就一早的，现在呢就等着 Uber 呢就去那个约会了。因为呢他的时间呢很怪鸡的，夹不到我的巴士时间或者高巴士时间咯。如果是夾硬的話，我怕會遲到，我最怕遲到的，所以唯有就叫這個 Uber 就落 Downtown Toronto， 到時再拍一些 video 給大家看吧。那些人將他家的垃圾就放在外面，他呢就到時就會來 pick up 的了。今天呢天氣很好，或者因為現在很早所以很涼快，但下午會很熱很熱的。現在就坐緊這個 Uber 咧，就去丹多倫多個 appointment。咁司機同我講咧，大約要一個鐘頭，因為而家好塞車。我都估到噶啦，冇所謂咧。就因為咁樣，所以我先要坐依個 Uber 咯。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啦，啲高巴士啊、巴士啊都撞唔啱時間嘅。如果夾硬坐咧，會遲到嘅。我好怕遲到啊，唔係好好嘅嚇。咁樣就坐 Uber 落去咯。咁辦完事再影啲 video 俾大家睇啦，到時見啦。而家咧就出緊 highway 啦，就去 QEW 用 Mississauga。一般嚟講都冇咩嘢睇嘅，除非你差唔多到丹塔又見到大廈。旁邊呢啲咧就係隔聲牆，因為咧隔後面咧有啲住宅嘅。咁當年佢哋買嗰陣時候係唔知道會起到highway 咁樣，咁而家起咗之後，市政府要幫佢起個嗰啲隔聲牆啦，唔使咁嘈咯。有排塞啊！而家你睇下，所以唔可以坐嗰個巴士同埋 GO bus。嗰度咧就 highway 咧就喺度擴充緊啦，因為 QEW 咧係太舊嘅 highway 嚟嘅，好舊好舊嘅，唔夠應付依啲咁多嘅車咯。所以咪見到旁邊係咪啲建築啊？全部要擴闊咯。呢度開始咧就 keep 零同 interval 啦。而家路面情況開始好翻啲啦，開始好近多倫多噶啦。旁邊呢啲係好古老以前嘅工業區啦，偏工業區，好多啲 container 運貨入市中心或者去底度。呢度係 Garden Expressway 咯，見唔見到啲舊式嘅工廠啊？嗰啲就係嗰啲 townhouse 咯，開始有太陽啦。近多倫多噶啦，但你見到好多啲高樓大廈，依啲係 condo 咯，住宅。嗱，見到已經好近多倫多啦。
咁今日影呢啲俾大家睇，咪有呢啲新鮮感咯，係咪？尤其是你以前好多年前喺度讀過書啊，嚟過多倫多嘅，咁去睇下而家多倫多咯。呢啲係新起，高嗰啲係全部新起嘅啦。呢一啲都起咗好多十年噶啦，呢啲你睇下，眨眼就到咗多倫多啦，多倫多嘅湖邊。公園呢度已經係多倫多嘅啦，啲好舊嘅橋啊！因為我行緊呢條路咧，就冇入到市中心。市中心咧就將來有機會再影俾大家睇咯。依度咧就係其他啲小路嚟嘅。依個舊區咧有好多好多啲舊屋嘅，你冇睇咁舊，入邊好大好大好大嘅。有啲起碼過百年添啊！呢啲巴士站咯，係啲咪舊屋咯。呢啲係好古老啲拍品起碼就七八十年嘅，依啲係舊屋咯。影依啲舊嘅地區俾大家睇下咯。呢啲地方相信你都比較少嚟少經過，加油站。呢啲都係好古老、好古老嘅屋嚟㗎啦。好老好老嘅區，
的教堂。區入邊嘅市中心嗰啲商業區同埋啲住宅區攞埋一齊嘅啦。啱啱經過嗰度一元店咯，好流行嘅喺加拿大，開咗好多間。不過而家咧就冇一蚊嘅啦，大部分都係一個半啊、兩個半啊、三蚊啊以上嘅咯。